隨時我最近去探了一間老人院，就是代表愛尼巴去講道分享，亦都有歌手啊，月美唱歌派月餅，跟住我啲同事好叻喎，做埋魔術喎，哇！成個氣氛好開心喎。咁我現場有個觀察，當時就係大概有60多個老人家到啦。我發覺有幾個男人啫，咁當然正常啦。你知老人長命過我哋啊嘛，我哋成日講個男人咁辛苦，最後都雙手所有嘢俾曬女人㗎啦，女人真係長命，真係長命好多。咁我就問當時嘅社工話：社工點解咁少男人咧？除咗佢哋長命，佢話其實啲男人都唔想嚟嘅，因為點解咧？男人喺咁多女人堆咧，就變咗少數民族啲老人家。咁我就諗起原來男人個年齡咧，同女人嘅年齡咧，都有好多嘅化作用。譬如以前我哋睇見我哋嘅時代咧，或者其實好長都係噶啦。有陣時候你見到一個六十歲嘅人都可以娶一個好後生嘅女仔。咁但係好似近期亦都開始有少少變化。變化就話年紀大嘅女仔亦都係會嫁俾一啲後生啲嘅男仔。這個年齡嗰個調翻轉咧，亦都開始有咁嘅跡象。當然冇男人同女人個距離咁大啦。呢方面點睇啊？呢個其實有好處喎。有咩好處咧？即係女大於男，第一你講我都講啦，女人長命啲噶嘛。平衡翻啦。咪平衡翻啲咯，咁即係大家即係真係可以唔會話到老年紀老嘅時候，個女人要即係孤獨成10年8載啊，即係喺呢個世上係咪啊？即係有時冇咗個老伴。當然，如果你的老伴你好憎佢嘅，咁啊另一件事啊。跟住我哋其實好多屋企都係有媽媽冇爸爸噶嘛，即係通常媽媽都可能10多年一個人噶。咁所以如果你依個年紀女大於男咧，就可以拉近呢個距離啦，即係唔使喺依個世上嚇、到最後晚景嘅時候咧，即係會自己獨行一段日子啦。咁女仔好開心喎、即係仲有機會咯，因為女仔好擔心自己年紀大。不過而家你都睇到啊，你話依個趨勢本身係因為亦都係男性接受咗咯，接受咗，即係同一個比年紀上面唔應該係愛情嗰個嘅一個其中一個你會即係阻礙你咯。不過你講就咁講啫，嗱，而家暫時個情況都係話男人年紀大咧，佢能夠揾個後生嘅機會高好多嘅。就算女人大過男人咧，其實個距離唔會太大。男人個距離10年、20年、30年，你都睇過好多例子啦。咁你女性好難距離幾十年噶嘛，哥哥。暫時未得啦。距離幾年就有嘅，幾年5年都有嘅。所以你話你咁講係啱噶，更加其實男性本身就已經短命啲啦。再有咧，就係因為佢大過女性咁多，即係喺婚姻關係當中可能有啲大10多年。咁你諗下，你幾點諗下晚景咧？嗰、那個女性你話點止10多年啊？即係獨居20多年啊？20多年都有啊！即係咁樣搞法。咁所以想講翻個好處喺邊一度咧？頭先所講啦，變咗晚景大家可以有個盤啦。第二，其實根據呢、生物學嘅講法都係㗎。女性在個性的需要嗰方面咧，其實係比男性係反而係，譬如話舉例，佢30多歲至到40歲到，佢可能在嗰個性的需求是較大的。如果男性是年紀低佢少少咧，咁咪又配合啲咯，即係喺性嗰生活嗰方面。你諗得好周詳喎、啊。你諗下啦，如果男性大過女性10多年嘅，好啦，女性在30多歲嘅時候，男性可能50歲。喂，50歲嘅時候，可能佢已經係嗰個嘅依方面嗰個能力已經係向下降了，一定降低啦。但女性係最需求嘅時候，咁呢個咧就咪就係所謂嘅如果係嗰個女人把持得唔定，或者對依件事睇得重啲嘅，喺性生活嗰方面喺依方面睇得重啲嘅，咁咪大家唔協調就會唔開心咯，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喺一段婚姻關係當中咧，其實女大於男咧係有好多即係。某個程度上可能先天上面的一些的好處的、不過現在開始你說得對的，開始都接受了女大於男，以前是很難接受的、但另一個我想另一個原因是很奇怪的， 我發覺我自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你沒辦法判斷到女仔幾多歲，因為可能現在有幾個原因，為什麼第一可能現在可能他們不是那麼勞碌、人的可能些護膚啊、化妝品、真的很可能好頂尖，加上啲人即係化妝技術又叻啦。老實講，你去地鐵有陣時問你問個女仔係20多歲定30多歲，
嗱，老實講，有時分唔到，所以呢度呢個其中一個原因令到咧，有時你中意咗個女仔啊嚇，收尾你中咗，中意咗先至三四年噶啦，但你先問問原來年紀咁大嘅，係咪先？因為你冇睇見佢真真正正，你有時真係分唔到，我唔知你分唔分到啦，我分唔到啊。好坦白講，有時去地鐵，你問好真心問自己呢、這個女仔幾多歲咧？以前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容易分得到喎，好奇怪。到而家唔知咪真係化妝厲害定佢哋叻咧？分唔到喎。不過我諗就裝扮係好重要嘅，即係你係咁講幾樣嘢夾埋，可能係嘅，即係護膚啦，化妝啦，仲有當衣著啦，加加埋埋咁咪令到佢個真實年紀又容易啲隱藏啲咯。特別外國人啊，好多外國人點解會中意中國女仔咧？佢哋覺得佢哋唔老啊嘛。你知外國女仔咧最靚嘅時候，聽佢哋講啊，就係十零歲嘅時候，因為佢一到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哋好容易老啊。但係中國女仔老實講，喺西洋人裏面咧，都唔知你幾多歲。係啊，佢更加難分，我哋覺得佢哋更加難分。呢個是一個事實嚟㗎。咩？你睇下西班牙咁樣，西班牙女人咧，好多人話哇，十八二十二嘅時候咧，直情好似一朵鮮花咁樣。哇！點知一踏入三字頭嘅時候咧 ，bling 紅髮漲㗎啦。我哋有好多西班牙觀眾咧，系啊，追殺你，你死啊！咁啊，呢個唔知同佢飲食習慣啊，定係基因，我唔知啊。總言之，我去過西班牙，見到嗰啲就係一個咁嘅景象。哇！嗰啲十幾廿歲、廿二歲咁，十幾廿歲，哇！你係覺得哇，西班牙好多美女啊咁樣。咁但係咧，真係咧，又西班牙又有另外一個嘅景象俾你，就係好多肥女人嘅。明白。咁所以咧，呢個可能就係你所講啊，又涉及到我哋香港呢個東方女性啦。即係咧，佢可能保養咧會比較即係做得好，咁所以呢個咧應該係值得欣喜同埋鼓勵嘅。高興嘅，即係男性亦都應該喺呢一方面即係放開意識。其實年齡咁講真，真係頭先我講咗咁多好處咯。咁有咩唔好呢？即係女性大過你，其實你諗深一層，其實有好多好處嘅。